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程毅。别再执着了，下载优酷国际版 APP 看《沉香如屑》吧，用你们的语言打开《沉香如屑》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小人，你这小心。帝君，燕丹，帝元君，夫人，夫君，唐天师，你太漂亮了。唐昭，娘子，莹莹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天界要借情了，情真的好痛苦。欢颜如林，沉香染明灭，悲苦无尽，灰心散不尽，浓尽必枯，前尘淡者里深，空断肠。燕丹，你是哪个宫的小仙，竟敢翻我们玄心崖的仙规？怎么，有胆量翻规，没有胆量报上你的姓名还有仙号吗？本君仙号清离应渊帝君。帝君与翻规君是同一人？这叫不离浊，我在上面施了不离锁，只要你靠近我十五步以内就会飞走。十五，一步。应渊君，你不会喜欢上我吧？应渊君，勿忘了思轩的前车之鉴和天条的情节。姚晨盛宴表演的时候你一定要来啊，我还给你署名了呢，记得哦。这仙石身上，别怕，我在呢。为何会撼胆清香？他难道是燕丹？应渊君，应渊君，应渊君不会让你死的，往后苍生安宁你来守护，你的安康我来守护。真是疯了，倘若有一日你的眼睛可以看到，你是否可以认出我？我会。若帝君语言淡荡真生气，那情发如何样貌？原来是他认错了人，毒害仙官，当受天火之刑，将颜淡押入天牢。三日之后，本君亲自送往天刑台领罚。此人是我心中所爱，心奈何情深缘浅，木君终有一别，唯愿前尘散尽，相守生生世世，自在快活。望着你，小女子姓白，名叫漂亮，我从来没有去过凡界。白漂亮，好想去看一看。收你啊，白漂亮。从此以后你不做帝君了。白漂亮，到时候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夫人不必试探，我此生唯你而已。我们一起踏遍三界四海，经历四十方物，看遍凡间烟火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慢慢的走，慢慢的看。啊！狗男人，看温柔无助半颗心，还不自禁的一并。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他？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里吹想你。把头伸过来。平平稳静，情之所寄。这是我私创的不离锁，入尘未开，破空未闭，如此你便安心了。你有没有过片刻的动心？为心许苍生，燕丹，我决定不做凌霄派的掌门人了。此时此心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说过，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我的心你都不会变。我带你走。